今天家里齐动员，看这豆角都已经快罢园了，底下的叶子都没了。我妈在这儿都给它摘下来，挑大的，还能吃多少天吗？再摘一回，我要么也差不多。一壶。一回。啊，一回。它不一茬一茬的吗？啊。摘完这茬，摘下茬。行。一会儿高的地方你摘啊。哦，行，嗯，来，嗯，多好啊，豆角了，来了，豆角了，嗯，摘没了没？我妈说还有一茬可以。我说这回就没了，这些基本上没了，好不好玩？啊，刚开始挺好玩，后来就累手了。换我，我愿意玩这个。还行，一会儿再换你。把大豆那个干的搂吧搂吧，然后往边上整整。我去整。然后把这个拿出来。这三块，刚才你给我端的。行。把这几个，都给它换一换。掉了两个。这能放下吗？差不多，行，挺好。掉的也捡一些。掉那两根。哎呀，这是查好的，这边都在晒呢。大道还有一架子，在这儿哈。哎呦，这燕子真多，那都在天上飞。扁豆的啊，可快了，一点都不累，松手的，啊，都很快。你没揪一下根儿呢？哪块？就这个尖儿。没有啊。正好我都揪一下了，反正。那不用吃。你就多增加了一道工序嘛，这个不影响啥。你一点点的，那么的。你看这大豆的就得使劲怼。长了它就不好捅。然后再拽，拽急了它还容易断。嗯。你看这大豆，我就不整了。刚才说。哎呀，这尖。大的不整了，我怕整，我怕劲儿。嗯，小的吃活呀，就像小时候做卷子似的，不会的题先跳过去，先做会的。哎呀，那我来这个。不用，我来吧。你看这个爪不好使。嗯，知道。来，小样儿的。看，小夹巧，多好。那个死了，嗯，哎，够了，你还够骚着他，抻个脖子，你可厉害了，这个鸡也是单独喂一下他就好了，咱那时候也差点别儿，你可厉害了，这个鸡，不怕人儿，不怕人儿，他天天找你呢，他点儿，嗯，我在家的时候，他在那小门斗里，他有时候关插屋，上门斗瞅你去。瞅你在屋了吧，他上屋里你的跟前转一转，他在你跟前趴了。哦。然后趴差不多够了，哎，他又出去了，出去溜达，可能又找食儿，找差不多又回来了。那小屋几个白的。这鸡，一抓还是抓着。都是，上里头你慢慢一抓，哪个都能抓。你看，他不怕人哈。从小就一天在身边。天天跟你身体玩儿。这还热上了这两天，这是宁静露阳光。妈呀，都好几天了。前两天我都寻裙子都要收起来穿不了了呢，这又能穿了，又热了。俺们这一晴天就得干活啊，哎呀，飞进去了。人家粉丝有的问你咋不上大河了呢？你是都发大水了，上河去？水一直太大了。广下雨，广下雨，容易被冲跑。你说？不是，它那个水倒没多大，急，它凉啊。它老阴天儿。嗯。玩不了这水。浑。嗯。咱们就那个山上淌来的水，它凉。这玩意儿干了，晒不了多少东西。咱妈说，十斤能出一斤就不错了。对，比例挺低呢。嗯，水分大，一晒干了就可少了。
跟蘑菇似的哈。嗯。那十来斤粗一点儿，你看。行，那样就行了。